活动现场充满了欢歌笑语。首先是有一路街道艺术团舞蹈队带来的开场舞秀色，舞者们手持折扇，在传统民乐的背景音下翩翩起舞，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含蓄清新，也展示了属于友谊人的独特风采。随即登台的俄罗斯拉普斯基舞蹈团的艺术家们用他们的热情奔放带来精彩的俄罗斯歌舞展演，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对，各大外国人在我们中国土地上这样演出，是我们中国人民很自豪。保加利亚舞艺大师表演团与意大利保格桑皮特罗中世纪起舞表演团的节目同样精彩，让在场观众一饱眼福。妈呀，下下在外国一样看到的。 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曲领导、夏雨、陶夏芳也观看了演出，并向外国团队赠送了礼物。记者沈燕、朱军报道。